真的很漂亮。他每一次来就看了这一颗枝，就讲说像我们客家人一样。这个还没有成熟，快了快了快了。要，那不是长这样，合照一下吗？好啊。那稍微请往前好吗？正外面啊，正外面。一、二、三、三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既然每一次来看，这像客家人一样生生不息。哎，肚子年纪那么大的九二一啊，也还是能够坚强的站起来。你都没有走过来，一百多年了。这个老祖先从台东花莲那边带过来种。他这些凋谢的面包，都是直接当他的饲料。现在副市长踩的这个地方，在客家的风俗叫做化胎。化胎。化胎。副市长。化胎就是我们在宫殿后面哦。小朋友想跟主委副市长合照，可以吗？四个方位。四个方位，宫厅后面的这个方位。接近丘陵，接近丘陵叫做圆舞，圆舞方位。宫厅前面的半月石那个叫做朱雀方位，左边的叫青龙位，右边叫白虎位，所以有这四个位位置跪地，就是宝地。站好，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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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宝一起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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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校长一起来，机长来来来来，走过来。这边就好了。OK OK OK。啊好。哎，好棒。好来来来来来。妈妈。来来。小朋友了还。来。认得吗？来来。可以吗？成功领大陆，好像真的。啊，林副市长。你们现在小朋友认得。妹妹坐副市长旁边好吗？来来来，坐下。好，来副市长一起坐来。来，就在这里来坐我前面。OK。坐我前来啊。来，进来。来了。好来来，好好好。谢谢主任，你先别来，起来吧。那你先照顾上和毕业了。好，就这样了啊。好，我们毕业了哈，我们妹妹已经毕业了哈，毕业了啊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好。